行刺，你说该怎么办？不要，不要，姚夫人，我求求你不要杀他，不要杀他！莲儿，不用求他，不就一起死吗？有什么可怕的？是我害了你一个个，姚夫人，是我自作聪明，意乱即逝，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一个个。莲儿，别磕了。 磕破了像怎么办？扶起来。我不磕了，奴婢保证，好好学规矩，全心全力准备选侍。你刚才称呼你自己什么？从今往后，姚夫人是主，奴婢是仆，奴婢甘愿为姚夫人效力。莲儿，洛青莲。 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绝不敢忘。你这张脸，是你的福气，也是你的劫难。 放人！莲儿，莲儿，莲儿！